你好 我们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5章第33到44节。阿门。这里说，你们不要自欺。烂家失败坏善行，你们要心勿为善，不要犯罪，因为有人不认识神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舒快。或有人问：死人怎样复活？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呐、你所中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中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子里，只如麦子，或是别样的谷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里各有自己的形体，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，所有是一样。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。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。二有二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心有心的荣光，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中的是必须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所中的是收入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。所中的是人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阿门。阿肋路亚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再读一遍第33节。33节说：“你们不要自欺，烂教是白，坏善性。”阿门。阿肋路亚。